我们今年的群创的主轴是以 Driving the Next 作为一个主轴。群创爆科技渣男劈腿三妈重演黄子佼玉石俱焚事件。以制作液晶显示面板闻名的群创光电，现在更有名的是桃色风暴，比电影演的还有事啊！才怪，以天下姿。该公司许姓已婚男处长日前在社群平台自曝忏悔私生活混乱，劈腿甲乙丙三女，对方姓名、身份、电话全公诸于世，五角关系傻眼猫咪。想赚？我被挂在下水湾。爆料文说，三位女主角都是业务窗口客户或供应商，想探公司消息就用身体交换，还巨细靡遗写下三人跟处长怎么相处。哎，跟甲女喜欢玩角色扮演和 SNM。 我家是女汤，你别当你来哦，进来一下下都不可以。跟乙女会在台中约会开房间，或是假出差之名到台北两天一夜小旅行。家宝，你今仔较早来呢？我家宝因吼，嘛是要来关心我的珊珊宝贝啊。乙女从未婚认识到已婚，虽然有固定的跑友，但每天还是想跟丙搞暧昧一下。这款的查某啊，根本不要在那里浪费时间。知情人士指出，这种黄子佼地图炮式拖人下水的道歉文，其实是由许处长正宫道号发布。传某位小三即将上位，正宫不服才这样，一败天地，两败俱伤。唔啦，你阿妈，你跟我已经斗阵过啊，你嘛无法度去面对张家玲。你讲你要用一世人来报答你对我的感情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不要惹女人啊！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